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 跟 B 分别是重200牛顿跟100牛顿的，然后 A 跟 D 面间的静摩擦系数是 μ1，AB 间的静摩擦系数是 μ2，然后经哈以水平重力 F 呢拉 B， 就一旦发现哈 ，AB 就要一起开始滑动。 那么由此可知哈 ，μ1 跟 μ2 它的大小关系为何？他问说 μ1 哈，它应该小于多少这个 μ2？好，那首先哈，这样一拉的话，我以这个当对象，这个力量呢会越过这个最大静摩擦力，也就是说哈 ，F 哈，它是大于多少呢 ？μ。 万，它乘以这正向力，正向力呢，跟这个重力抵消了，也就200加100是300牛顿。好，那再来哈 ，F 的话，它没有越过这个最大静摩擦力嘛，也就是 F 哈，它是小于这里的最大静摩擦力 μ2，它乘以正向力 100。那所以我就晓得说哈，这个小了多少呢 ？F 2哈，它是小了多少？小100μ2。好，那这个消掉，所以 μ1 哈，它是小了多少 ？μ1 就小3除过去，小于1/3呢μ2了。也就是空格哈，要填1/3。